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不孝的事有三样：一，阿谀屈从，献亲不义；二，家贫亲老，不为禄事；三，不娶无子，绝先祖嗣。其中以绝嗣的罪为最大。舜不禀告父母而娶妻，就因为恐怕绝嗣，所以后来的君子认为这种不告是和告一样的合乎孝道。不告而娶与告而不得娶均不合孝道，事难两全，不告乃权宜之计，舜的不告，时人不被正道。